Hello， 水瓶们好，欢迎收看《百变玩具屋》。本次节目，我们的汪汪队莱德队长为我们带来一款彩泥玩具。现在，我们用彩泥来制作我们的玩具。这是我们的咖啡色彩泥，现在用我们的咖啡色彩泥制作我们的饼干。现在我们来把我们的一个圆球它压平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用我们的这是我们的饼干制作完成，把我们的饼干放在盘子里面。
这是我们制作好的这款彩泥饼干，我们就制作完成。我们一起来和我们的汪汪队来分享我们的这款彩泥饼干，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